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大墩二街跟东兴路口附近，是因为在网路上收到消息说这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台子，装饰的非常的漂亮，所以特地来朝圣一下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。哦，挡板哦，挡板不高，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这也是几乎无挡板，看起来是不错的哦。这是金人冠、下人冠，大台的。热色哥。无挡板，看起来很好讲。今天来朝圣的是这一台，非常的用心漂亮。哦，上面的灯还打用绿色玻璃纸，然后后面还有吊绿色的吊饰，无脸男。下面弹珠还用那个煤炭精灵。很可爱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，特地为了这一台来试看看的，可是好不好夹我又不知道了，好夹是设680，那我来夹看看来一下好了。先夹它的正前方好了，没办法甩，天车移动速度也是慢慢的，有短炮算有力啊，可是没办法甩。而且偏左，已经被投100块了。是很用心啊。很用心。红色。用拨的，只会弹来弹去，这一台完全没办法甩。虽然做布置不错，但是大家看看，夹看看后面那大盒的，看看抓力如何。我来，今天我要抢先。哎呦，抽得过来耶！夹这一台没有挡板的，不好报价，试看看。
大力参溜。不过当班果然是有它的原因的，那我会翻后面看看好了。越拉越后面，哦，原来它后面是什么？关注一下。大台的好夹吗？过来再